待会呢，我们所有的镇口呢会先入卤煮坛，接下来才会回到我们庙前广场。所以呢，到时候呢，我们两边都会有节目可以观赏。那现在卤煮坛，我们旁边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凤屏斋国宴的演出。如果你要欣赏国宴的呢，也可以到卤煮坛来欣赏。那待会呢，我们所有的镇口回到庙前方，就会陆陆续续来做那拜的动作。鞭炮已经开始一路放进来了，特别是我们的头前的队伍，比如说我们大师布庙啊，所引导的队伍，陆陆续续来等待我们庙的广场。休闲娱乐跟运动的一个活动哈，所以呢，除了宗教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功能可以来说明我们这个活动哈，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哈。里面的这些少年党呢，我们就是要把演戏下去，一代传一代，社团嘴传承很重要啊，传承很重要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大小爆马仔。大小爆马仔即将要回到我们的庙前广场。那我们的爆马仔呢？后面呢是我们的碑头有够那个九名家。我们这一阵前面呢这一阵呢，我们的督阵呢是我们的陈玉明与李宇恒跟张国昌带领我们所有前面的我们所有的阵头。回到我们护国公的前面哦，那我们是不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掌声欢迎！其实岁数最棒是廿岁活动，还有咱所有的技术人员，锻炼之下已经风头万万，顺利登上咱的庙前。我们再次给我们所有护国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最热烈的掌声鼓一下吧！真是饱饱成长大哈！由于我们的商业公司来帮我们进行直播，那再有就是要感谢的由我们大同企业有限公司以及我们大同新南花园夜市。Thank you.
哈，什么叫广东鸡？就是它嘴巴会有下面这边会张开的哈，这叫广东鸡。那一般呢，我们广东鸡呢，我们在料理的一个料理方式呢，只会有产鸡，就是这个菜头哈，白萝卜还有红兰。当产鸡的方式呢，来献给主人家这个吉祥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呢，都拿起我们地上的这个红布条哈，这个卷轴里面会有写祝福的这话哈，祝福的话也祝福给我们所有单手可以留单手的神感记录最后的六别的祝福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护国公啊，我们的所有的团队啊，非常的阵容坚强哦，每一阵都不一样哦，有教官。Thank you.
以前呢，好，以前呢，我们的活动呢，就只有大人参加，小朋友呢，就这几年才出现的哦。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呢，你可以明年开始也可以带着你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护国公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三台车呢，是我们的三轮车。啊，三轮车要做什么呢？我们会将我们每天住驾公庙我们所需要送的这个礼品呢，我们进献哦，前面有这个牛哦，这个牛羊的花，这个面羊跟面猪，还有我们的鲜花，跟我们所有的礼品，要送给我们所有住家公庙的一个礼物，就用这个三轮车三轮车来代替哦。啊，以前的三轮车呢就是没有装潢过了哈，那我们就是经过装潢的，所以看起来呢比较可爱平凡。因为我的车子呢要回转要回转需要很大空间，所以我们邀请我们在庙前广场的所有的信徒们再往后退一下不然车子它要回转需要空间那我们的闪耀之星呢是我们的闪耀之星这个团队呢所来进站我们护国公每年的活动让我们再次给我们闪耀之星所有的车辆所有的车辆我们最热情的掌声。
我们东方的就是当年当年东方甲你上好风是青色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东边就是两伞是绿色的，其实是东方。再来红色的呢是代表南方，南边南南边有什么是红色的呢？在是天干里面的南边边边上火火是上红色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的南边就是红色的。啊，再来白色的呢是山崖，山崖在是天干里面呢，啊，边金啊边心上金啊，金是白色的，啊白色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山崖是白色的。再来黑色的是北方啊，就是北崖，北崖临开上水，啊水是上乌色的哦，啊所以呢，在我们的五行里面呢，啊我们的北崖是乌色的，中崖啊中崖木气上土啊土是上乌色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五方两伞就是代表着那个东西南北中五营。好，那现在呢进行的是咱哦那个我们的五营呢哈，正在进行就是咱的安营来动作，来进行缠队。啊，虽然呢太岁爻公呢对着那个五方罗伞呢来进行，给咱表弟进行安营哈。但现在呢，咱的五方罗伞呢以我们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进行缠队哦。代表着我们的五行哈，就是金木水火土哈，所以他们刚刚运行的方式跟我们的五行运行的方式是一样的哈。好，我们给我们五方罗伞热情掌声。再来是咱土方宫，咱的五娘新君令代表的咱土方宫红玉子在天神树中端万岁。咱的五娘，好，咱的新君哈，就是咱的新君令顶头有一支宝剑已经定期哈。啊，控制着统领着咱五爷哦，沿途来扶持着咱所有信众哈。咱的五爷呢，有分做内五爷甲外五爷。内五爷呢，四爷的统帅呢，就是咱温坑八雕四代万岁。中爷统领万岁呢，就是咱同国中的主席，就是咱的中大万岁。啊，外五爷呢，咱的统兵万岁呢，啊，统兵万岁是由咱。肃姓者啊，丢肖老年啊，肃姓者肃代将军啊，来统领着咱的外公爷。所以呢，咱看到的呢啊，咱的五爷军呢啊，就是东西南北中五爷呢，随着咱太岁爻公这次呢来做暗访五爷暗访的活动，沿路来保护着咱所有信众的安全，也顾着咱所有领头咱团队的安全。那在咱的五爷除了保咱所信徒安全了，最后嘛是来协助咱太岁爻公沿路来巡视暗访人间，来巡查地方，来净化着每一个路口，和咱每一个路口啊，在太岁爻公的出巡巡视了后，会当地方安宁啊，咱的走路换菜，合境空灵了吼。最后呢，咱太岁爻公慈悲灵感。啊，消灾解厄，卖当甲咱解冤释结。所以呢，咱每一处爷孙呢，啊，太岁爻公呢，奉着咱玉皇上帝玉旨呢，啊，代天巡守，啊，出巡，除了甲咱地方所有净化了后呢，卖素材素方，和咱所有的吼神神代表。所以呢，参加着咱太岁爻公的活动啊，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伫网络上看直播，我你的心。啊，跟我们同在，或是呢，你身体力行呢，对着太岁爻公，压一天嘛好，压两天嘛好，压三天，压四天，压五天，小后是压五天哈、哦。我们一路跟着太岁爻公的卡波一波一卡印哈，一波一卡印、哦。啊，对着太岁爻公，那也在做压出健康，压出快乐，压出平安，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啊，那我们再说宗教层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有一个净化以及护持，我们所有的一个活动哈。哦表着咱五福宫，六福殿开心的喜面。
数据回避，好，统计一比单新名单火凤中新名朱喜飞，我们主神的哈、啊、这个观点呢、啊、就是中团元帅哈、啊。好，我们的十四排也回到我们的廖杰的。好，那再来咱所有团队哦，那个比咱龙珠团呀，那我们金代我们。
Thank you.
路烟灰。
Thank you.
的问题哈，待会儿有班的时候，时间到了就会通知你们。啊，打你还是要你全部来通干哈。啊，所以呢，啊，你们要全部的家内时阵啊，去旁边这个问题，好，他会来，然后可能会问到你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往后退哈，不要站在他们的旁边哈。好，这边来打你啊，这边来打你们，打你啊。那个呢，头头标，刚说我们打你啊，那个第一分，第一分第二名，刚说我们输的那个兵队，今天我们我不能兵队，那个来打你啊，那个来打转头炮，我们不能打炮。
这个他叫西港镇的黄玉武技高，然后在四楼旁边形成跟比较平安。
啊，东西呢，我们可能不注意哦。哎，人家几个属猴，我们给大家讲平安。